我为大家讲解一下航拍反手勾球的动作要领，还是分为三步。第一步，准备姿势，把重心压在左前脚掌上，用右肩去找左胯，身体微微的转动一点就可以，不需要转太大。手臂向后拧拍，同时手腕、手指拍头也要向后展开。第二步，板头引领手指、手腕、前臂向前上方打出去，手臂要展开，同时左前脚掌向前蹬转。第三步，手法、步法还原至准备姿势。下面我为大家示范一下连贯动作。一。